今天去逛超市，我想吃火腿肠。不行，今天不能买这个。了，怎么办？好想吃，不买我就不走了。换个姿势，好像没有松动。怎么办？买吗？买吗？我这么乖，你怎么野心呢？今天我要转晕自己。转了这么久，你怎么还不买？我要开始撒泼了。你们猜到最后买着了吗？喜欢我就订阅关注我吧。